我看见了我会及时回复他，可能是时间有点久，当时是可能是和朋友在一块玩。那我怎么知道你跟男的跟女的出去玩呢？因为我在石家庄就那几个朋友，你还认识都差不多了。姑娘，我不知道在你心里你是有多糟糕，你是一个多么没有魅力啊，就是你自己怎么把你自己想成这样了呢？不是，就是我平常喜欢把事情都分享给他，但是我希望他也有回应。他没有回应就算了呗。可是我还喜欢他呀。哦，所以就这样是吗？就是我希望我俩就是活在一个不安全感里，就是放假了嘛，正常有个联系，愿意跟谁跟基本的信任也没有，干嘛呢？不是挺好一个姑娘吗？说话有条不紊的，为什么那么没自信呢？你随他去呗，不好可以不要啊。不是的，其实最开始我们都很好啊。他现在说我很黏他，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是他特别黏我，我一开始特别不适应。嗯，然后渐渐在一起久了之后，就我习惯了我们俩这样的相处模式。嗯，然后他可能就后面可能平淡期了嘛，然后就觉得平淡期你也知道，怎么我变得这么黏人？你也知道平淡期哈，哦，那不就行了吗？接受啊。但是他有时候有些事情真的很让我生气。比如说，就有一次他们部门去聚餐，那天挺晚的了，然后我就想着我去等等他，然后他当时。我看到的他跟两个女孩子就肩并肩就走进校园，不是说大家伙一块儿去聚餐吗？他为什么跟两个女孩子单独回来？当时我真的心里非常难受。是这样的，那次我是和我舍友一块去的，我俩是一个部门的，但是我那舍友他就提前回来了，当时他有点事儿就提前走了，然后最后走的时候就剩我们几个人了，然后我就说我和你们正好拼一辆车回来吧，回来以后我也没想到在校门口撞见了他，然后就因此引发了这个误会。那我当时我在不知道的情况下看到那个画面，我能受得了吗？你没有提前告诉我什么画面？就是他当时是有扶着一个女孩子的。怎么扶着？就是喝酒了嘛，就搀扶着那女孩子。是搀扶还是搂抱？搀扶，我也受不了。行，然后呢就闹。当时他就给我急嘛，给我生气，他就说为什么呀？为什么和那两个女孩一块回来？你那舍友去哪儿了？我当时和他解释，我说我舍友喝多了。他说那其他男孩子呢？因为他们都提前走的嘛。对，那你咋不提前走？因为我当时想多玩一会儿。想跟谁多玩一会儿？和他们一起多玩一会儿。那这不就剩俩女的了吗？不就想跟你俩女的一起多玩吗？是这么想的吧？你那逻辑我们都懂。你为啥老想多玩呢？你不知道我在那儿等你吗？眼泪都哭干了，等你回来，你跟别人玩。哼，是这么想的吧？那结论是啥呀？眼泪都哭干了，他还愿意跟别人玩，你得出来的结论是啥呀？我问女生一个问题啊，你没有朋友圈子吗？我有的。啊，那你为什么不跟你的朋友在一起呢？其实我俩没在一块儿的时候，我自己身边，包括就是同性啊、异性朋友都挺多的。啊，挺好啊。自从我跟他在一起之后。他就觉得跟他在一起之后为什么还要跟别的男孩子走那么近啊，其实到后面就是已经真的没怎么在一块了。哦，所以女生给到的逻辑是，我是有很多好朋友的，你控制我，我已经为这个爱情放弃了一切，为什么你不可以？是这意思？为啥你不可以，人家可以？因为他那个朋友有追求过他。我那个朋友没有追求过我。